好，你有開閘嘅時候好計啊，扭兩扭慢嘅，外邊包尾嗰只仲有芙蓉裝啊，前面快咁啊，紅眼罩奇利斷金啊，喺佢入邊高尖遠足啦，出邊粉紅衫仲有隻總統之星啊，咁啊原欄上翻去嘅馬咧出閘唔快嗰只好計，跟住個第四啊，出邊有情趣就白衫白帽，第五位中檔位置有榮華啊，出邊紅眼罩紅衫尾四係開心日子啊，尾三個位置牛精輝煌，尾二咧就福多寶啊，咁啊暫時殿後咧都係縮住嚟跑啦，就係粉紅衫嗰只咧就芙蓉裝嚟噶。好啦，接近對面直路頭嘅時候啊，前面帶頭嘅馬匹有呢只奇利斷金嘅，跟住第二位係總統之星啊，再喺第三位嘅馬外邊位置喎，高尖遠足走咗出去第三啊，第四位咧仲係情趣啦，第五位好計啦，紅眼罩第六位仲係開心日子，後邊四隻就榮華、牛精輝煌響尾三啊，尾二位置咁啊慢慢搖下佢咯，就係嗰只福多寶咧就黃衫尾二大熱門啊，咁暫時包尾嘅馬匹咧都仲係嗰只芙蓉裝嚟嘅，好啦，接近1000米嘅段處啦。次序上喐动唔算特别大嘅，奇利断金就带头，跟住第威就高尖远足啊，系总统之星少少褪咗落嚟第三啦，内栏第四好计啦，第五位情趣啦，再后边嘅马仲有荣华啦，出边红衫红眼罩开心日子，尾三咧就福多宝，尾二埋边嗰只咧就牛精辉煌啊，包咗落尾嘅马仍然系嗰只芙蓉装嚟噶。好啦，咁啊转紧弯中间啦，咁啊前面带头嘅马匹仲系奇利断金啊，高尖远足就慢慢已经拍咗上去啦，好计就守住内栏第三，总统之星啊褪。出面情趣白衫啊上啲，内栏位置紫色眼罩仲有荣华啊，出边红眼罩开心日子，再喺马林后边牛精辉煌，最出咧就福多宝亦都踩有噶啦，跟住福多宝后边响外边追，仲有粉红衫嘅芙蓉装啊，好啦，斗到嚟最后200多米啦，埋边奇利断金未散，中间高尖远足上紧，中档情趣上嚟嘅势亦都相当好，外边追啲嘅马仲有福多宝啦，再下一层嘅马仲有开心日子，最出芙蓉装，最后100米情趣已经系首先突围出，好有机会先拔头筹噶啦。慢慢上緊嚟嘅馬，有呢只中檔開心日子，出邊福多寶兩隻馬影相咧就爭第二。結果呢場賽事咁啊，情趣都係落咗班啊。咁啊，潘頓嘅流放尺寸真係做得好靚啊！大約二搭第四、第五位直路上面出頭，跑第二名嘅馬鴨上鴨落，開心日子福多寶兩匹馬需要影相啊！落嚟呢個四班情趣配合潘頓再贏啊！跑第二名。看來當贏，開心日子當贏。